掉了两分了，不过主要关键还是球在偏高的时候，在第三局的时候满垒的情况下被打了一支满贯炮，林鸿毅打出来，第四局又被林志胜打一支两分炮，所以加起来的话等于说是投了三又三分之二二局的情况下被打了有十支的安打。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球要尽量的压低了。这场比赛正式开始，相对的开路先锋张振伟目前打击率也很低迷了，目前花花张振伟打击率只有.107，第一个打点，去年的三冠王，去年球季呢打击的表现呢是相当的突出哦，但今年球季目前刚开始哦，现在陷入到低潮。这棒打成了本垒后方的界外球，目前球速呢形成了两个好球一个坏球。对，击球的瞬间呢、抓不到那个点哦，那个今年的张振伟有点刻意要加强他的内角球的攻击啊，所以他的一个左手的一个翻转的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会翻得比较快，翻得比较快的话也失去了他打外角球的优势，以往他的反向攻击是非常的好的。当你反转的太快的时候，你扑起的力量没有办法把棒头推出来，而是用翻转的方式的话，有可能他外角球的那种击中球的几率就会降低啊。对，那相对打击教练徐明兰也说了，你去年打得这么好哦，这么疯狂，别人不研究你才怪哦。所以这也是当然，身为职业球员，像张振伟啦，还有林鸿毅哦，现阶段就是他们要想办法突破的地方。这个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的飞球，结果上了看台，目前球数形成了两个好球一个坏球。除了最近的五场比赛19个打数只出现一支安打之外哦，今年张振伟在赛季前七场比赛只有三支的安打，像去年他可能一场比赛大概就有三支安打。对，没错，他主要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挥棒的动作有点跑掉啊，身体开得比较快，然后他后面的那个左手的 push 的那个力道没有办法来到那个击球点的位置。是，职业球员就是别人在研究你，你要想办法来突破，这职业球员最可贵的地方。你不要失去你原来的特色了，因为他本来就是安打型的打者，自从热身赛打了那支场内全垒打，是使得他那场比赛是打了三支安打，那之后呢就有点陷入低潮了，所以他一定要把他的优点要找回来。两好球两坏球，这球忍住并没有出棒，就判定是坏球。一开始面对张振伟投到两好三坏满球数，相对的主力左打者呢相当多啊，今天碰到是左投手林英杰，明天在新庄又碰到是另外一位左投手罗振龙，还是打上了看台。在第一个打席，张振伟的棒子相当黏，这个刻意把击球点带进来一点啊，因为你本身林英杰的球速没有像以前这么快的时候，他内角球的速球就投不出来，大部分都在外角跟打者周旋。球结果回棒落空，虽然纠缠了比较多的用球数，但最后林杰呢还是用高角度的球路呢把打击的张振伟给三振的形成一个局。我们看这个球哈，很明显的在一个偏高位置的一个直球啊，看挥空率会增加，表示他的左手在击这个外角高球的位置的时候呢，用翻转的方式啊，不是用 push 的方式的，所以造成挥空率会增加。挥空率一增加的话，他三振很明显的在这个今年的开机呢是增加蛮多的。一出局之后打击要轮到是第二棒的张志豪，张志豪目前前面七场比赛25个打数有七支单打，有一发的全垒打，两个打点，打击是.280，那上率维持的还不错，.357。对林杰球数形成了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球，肖俊好球带，非常精彩的变化球。理解必须要走的模式就是说以变化球为主，然后直球是以配球为主。我们看这个变速球投得很精彩，要以变化球为大宗，无论它的滑球、它的曲球，或是它的直插球、它的变速球，要多用。偶尔来一颗直球效果会不错。两好球一坏球，那打击的张志豪呢，在上周的比赛上周两场面对狮队的比赛表现不错，但是三场面对原队的比赛呢表现不尽理想，所以上礼拜天的最后一场比赛还并没有先发，而以代打的上场，今天呢又重新回到先发位置擦棒被捕，结果打击的张志豪也遭到林杰的三振了。一开始张正伟和张志豪呢连续被林杰的给牵了下去，很好的配球，变化球走在前面，然后三振都是用直球来三振，对，就是说要混淆打者的挥棒的感觉之后突然来一个速球，这个效果就很好。对啊，速球是放在这种杀手键的一个位置，然后变化球是抢好球速，因为很容易被打成界外球。两出局之后继续打，交轮到是第三棒的周思齐。周思齐目前是27个打数，有13支安打，打击率高达4.81%，在联盟当中他打击率是排名第二名的，仅次于现阶段唯一超过50%打击率的蓝米狗詹志尧。周思齐呢则是排名第二，近况也相当好，最近是连续3场比赛的各有2支安打，维持得很稳定。对近况相当好的打者，投手投的也格外小心的，一开始连投了2个坏球，打者都并没有被引诱出棒。那周思齐目前15个雷打数，也是全队当中排名最多的。主要他打击率高了，对，一场比赛都有2支以上的安打，所以使得他的一个打击率高，然后整个的对球队的贡献度也高。那恰恰彭振明又是打点最多的，所以跟他的上垒率多少有一些关系。3坏球，这个球是好球，周思齐并没有出棒，目前球数形成1个好球，3个坏球。什么是雷打数呢？1垒安打就算1个雷打数，2垒安打算2个，3垒安打3个，全垒打就是4个雷打数。那周思齐呢，当然也因为现阶段开机的高打击率，让他雷打数是特别特别多。认定已经出棒过半了，目前球数都变成了2好3坏的满球数。对，周思齐有13支安打，那13支安打，但我说15个雷打数，等于说他有2垒安打是才有3到4支了。2好3坏，现在是2出局，垒上没有跑者。这个球。主审判定是好球进垒，哇！一开始林杰在第一局上半表现相当威，连 K 了3位向对打者。